Hello，各位观众老爷、听众老爷以及我的会员 member，各位亲爱的八一老爷们，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喷一个人，喷一个事情，喷一个事情不是喷一个人，就是，我不是一直说国内的那帮互联网人啊，他们有很多人是真的坏，而不是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能够从正确的一个推理过程中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那你说推理过程都是对的，为什么结论得出来是会是错的呢？啊，这个里面呢，我认为真的叫坏了，真的叫坏了。哦、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带节奏，像大外宣一样的带节奏，甚至于有时候呢，他们在做一期节目的时候，前一期节目的结论是对的，过程也是对的，然后第二期节目呢就立刻给你转一个方向，啊，然后又必须是中国必须赢，中国永远牛逼。 啊，中中国必须胜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今天讲谁呢？今天就讲这个人。啊，我包括可呃那个推特上面很多老哥都跟我说，叫我不要喷，喷了人家又把我拉黑。毕竟我前两天喷了那个财经小翠，他在那个推特上面呢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每个人都要创业，创业能够避税，不然的话你的钱全都被美国政府赚走了，因为你要交税，所以你创业呢就能够各种的避税，对吧？然后你的钱就是你自己的，美国政府就拿不到了。 然后我说，但凡有那么一点点去过 tax firm 也好，或者去过 accounting firm 也好，或者说就是你但凡有那么点就是 NPA 啊，就就 master of con master for professional accounting，或者你读个 NBA，你也不至于说得出这样子的话来，对吧？好，人家小翠就把我拉黑了，那这老哥也一样。 对吧？这老哥现在还没把我拉黑，但是我一看上头，我已经上推的喷过一遍了。然后有些老哥呢，就悄悄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别喷了，再喷人家把你拉黑了。我怕什么了？我已经在澳大利亚失业了，已经吃我老婆的软饭吃了半年了，我还能够再怕什么？对吧？你叫国安国宝来搞我呀？不可能的嘛，对吧？了，我现在住在了，住在了澳大利亚军营对面，对吧？联邦政府在这里巡查。” 都是那个联邦的警察来巡查，你有本事你你真的龙组来搞我拉倒吧，对吧？你你搞得过联邦政府那帮红色的，就跟开红色车的警察不啦？啊，别搞笑了。然后他们呢，又是一伙，是跟谁呢？是跟那个老范他们在一起。老范我看了半年啊、呃，这个 Jeff 呢，我是前两天刚刚看。然后老范我是二零疫情的时候，疫情的时候，罗 w n 的时候，我看了半年，也是就一天到晚就喜欢说这么。 啊，一边说的这个有点问题，但是话锋一转就是啊，中国必定赢，对吧？没有任何问题，中国互联网公司个个都牛逼啊！反正这个一听就恶心，所以我这两人我现在都不怎就就不怎么要和他们说话啊。我们反贼呢，反贼都是各打各的。就多伦多方脸以前做过一期节目，说为什么就是反贼没有内卷，因为反贼呢，第一呢，我们反贼确实没本事啊，个个都是过的日子苦哈哈的，对吧？就像克拉 u s 斯说的。 反贼撑到死，你就开玛莎拉蒂，对吧？那粉红是开什么？粉红多伦多大游行的时候，粉红可是可开开开开那个跑车的，不是那个马自达的跑车啊，对吧？人家都是开九幺幺、保时捷这种卡,卡跑车的，我们反贼最最最有钱的只开到玛莎拉蒂，玛莎拉蒂也没几个钱，所以确实反贼的日子都不好过。而且反贼呢，也是自古文人多相亲，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对吧？两边对喷。 对吧？所以我们呢，就就从从来都是单打独斗，哪怕在 Club House 也是反贼，全都是单打独斗的。粉红出来都是一窝一窝的，对吧？反贼都是一个人、两个人上来了，然后要么被踢，要么被玩。所以呢，反贼都是这样子的。那我这里先说一下，就是皇城喵也皇城喵也那号不是跟我在同一时间点里面被粉红搞的号，那个那个 YouTube 的盈利盈利不是弄没了嘛？那皇城猫爷底子比我厚多了，皇城猫爷心态所以特别好。 是，现在开了一个新号，叫“皇城喵爷”的北美狂野生活，大家关注一下，对吧？他老号他就不要了，那我不行，我还指望着这个号能够给我弄弄点钱，能够让我换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把论坛给搞起来。就我上次一直说我要搞论坛，搞论坛，一直一直就没有搞嘛，因为手上实在是没钱。本来以为抱了个北美的爸爸的大腿，对吧？写了四份 PPT，不说我我卖身给你，对吧？ 你给我搞个论坛，对吧？我帮你们做做产品推广，对吧？结果爸爸呢搞了半天，哎呀，反正谈谈出来的条件比较苛刻，我也接受不了，简直是在侮辱我的人格。所以我谈了差不多三个礼拜也谈不下来。那现在有 Tube 盈利又重开了，那我现现在又可以开始搞这个事情了。我会写一份详细的为什么我要开论坛啊，以及我准备怎么发展啊之类的一个一个 blog 给大家看看，对吧？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看完了之后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对，呃，可订阅一下我的会员，三块钱一个的会员，然后大家也关注一下《皇城喵眼》。那好，我们来说这个事情啊。然后这人呢，就就就我名字就不提了，省得就就他们过来说我指名道姓骂谁。反正呢，大家要看他的原视频呢，我的那个这这期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面会有他的原原视频链接，大家点进去看就知道了。两期，一期呢一边说着中国的美国不是我前面一期做做过节目嘛，就说美国会开。 已经提出提案，会取消低价值包裹优惠免税，针对中国跨境电商，然后这么一个事情，因为整个事情的影响非常大，等于中国通过跨境电商，嗯，在在偷美国人的税税钱嘛，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出来了。然后他前一期视频就讲的很好，分析的非常好，然后再讲这个事情，然后昨今天就几个小时之前，我睡觉睡醒，因为我吃了个中饭，血糖有点高，睡觉去了。 睡觉之前还又做了期视频，说其实这个东西呢对中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然后还列举了一二三四四点，就是中国能够通过这个事情怎么样没问题、啊，而且中国可以发展的很好。哎呦，我一听就吃完饭加上那个血糖高，然后一听这言论，血血压腾的一下就上去了。哎呦，我眼睛又开始痛了，然后我就去睡觉了。现在睡醒了，我来做这期节目给大家讲讲讲。 真的、哦，我相信他能够做到。上一期节目呢，他肯定不会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然后这一期节目大概是受到了什么命令指令，对吧？可能就是谁给了他指令了，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影响大啊，然后他就开始吹，开始吹了。那大家如果要看原视频的话，可以先去看一下原视频，看完了之后到我这边来看我的喷，对吧？看我如果我喷的不对，大家就,就就就不要关注我，对吧？然后如果我喷的对。 对吧？那那那那就听我听一下，对吧？它的核心点是什么呢？就说中国跨境电商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这个竞争力呢就特别搞笑，竞争力是什么呢？是来自中国制造的产业能力。然后说中国制造的制造业水平高，成本低，响应速度奇快无比。然后呢说中国制造业强大的能力外溢呢是能够影响到世界的。哎，你这不搞笑了吗？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反复，我自自己做频道都做了好几期。你自己作为一个互联网高管，一个在北美生活的人，你能不知道吗？中国现在主要是问题是在于中国老百姓手上没钱，所以我们说消费端没有升级，只有只有产业端升级。那产业端升级，中国的消费端没升级，产业端为什么能升级？不就是因为全世界在正在消费你的工业产出能力，所以你的产业端能升级？ 你的消费端没升级的情况下面，你的产业端先升上去了，啊，不就这么回事情吗？然后现现在又来说中国制造业强大的能力外溢到全世界，不是现在，是一直以来中国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制造业能力在帮助着全世界，是这么回事情，他能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的呀，然后在那边瞎讲，对吧？就好像说。 哦，我我现在美国取消了低价值包裹优惠，对吧？你美国就输定了吗？啊，你要知道有中国制造业强大的能力外溢，对吧？来帮助你们美国，对吧？从非常昂贵的设备里面、非常昂贵的产品里面解救出来，那么搞笑嘛？然后还说中国从低端价值往两端推进微笑曲线，哎呦喂，真的是。 所以你说他能够知道微笑曲线，他能够不知道现在中国到底是面临什么问题吗？啊，肯定知道呀。所以，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说？嗯，那那你想，微笑曲线里面最差的部分是什么？就是制造加工嘛。他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在做制造加工，然后另外两头一个是品牌，一个是设计，中国这边没有涉及到，对吧？所以就说，就我们要往两端推进，搞微微笑曲线去。 道理对不对？道理是对的，但问题是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那他他他这个人，要么没有读过 NBA，要么读了 NBA 就是揣着糊涂装明白。那现在的问题是你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两边都在主动加速脱钩呀。你这微笑曲线再往上面走都没有用呀。美国要积极的和你中国脱钩，中国也要积极的和美国脱钩。 两边都在拼命抽，大正反耳光抽着中国企业，对吧？美国人反反手耳光抽中国自己，中国政府正手耳光抽，抽着抽得起劲。你这什么微笑曲线了？你设计出来的东西，美国不要，对吧？中国政府也不管啊。那那你你你怎么做微笑曲线了？你怎么做微笑曲线？你必须像像日本之前为什么能够做成做到微笑曲线的两端了？那还不是日本人民手上有钱？我今天索尼搞一个黑科技。 搞一个 CD 机，搞一个 MD，MD 那一张盘片多少钱啊？一张盘片一百多块钱，当时的人民币一百多块钱一张盘片。那日本人民怎么就消费得起了？那日本人民能够消费的情况之下，他才能够输出给到全世界去消费啊，他至少有一个基本盘在啊，对吧？轰达那些汽车，对吧？Suzuki 那那那那些汽车，包括那个那个 Kawasaki 那些摩托车，对吧？也要日本人民先消费买起来，通通支持。 而且整个日本汽车产业都是说，我北美生意做的不好，我就不管北美了。你北美北美我卖得动就卖，卖不动就不卖。我日本自己卖得好。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有一句话怎么讲的？日本是把一流的产品留在本国卖的，二流的产品给全世界买。当然难听点的话，就是三流的产品留给中国自己中国卖，对吧？那你第一步要能够把自己的本国给做好微笑曲线，那你本国呢？本国天天。 本国中国现在是天天在做消费降级，从来还没有消费升级过，所以这人坏得很。在美国能够说得出这种话，真的是领了任务来带节奏的，真的叫领了任务来带节奏，是吧？我我无所谓的啊，对吧？我现在又不混互联网圈子啊，我又不用的，所以我无所谓，我就喜欢喷你们，操、啊，真的是，是吧？然后还举了个例子，说 Home Home Depot，说 Home Depot 的螺丝刀有价差。 跨境电商呢，就可以把这个价差给打平掉，这不搞笑了吗？你上一期节目那边还在喷着说说那个中国，就美国，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使用他们的包小包裹的低价值包裹优惠免税这个政策，对吧？那美国要给你上税了，你现在又来说螺丝刀的事情，说 Home Depot，Home Depot 是不是只有中国造的？Home Depot 自己的那个最便宜的螺丝刀？ 啊，什么几元到十几元到几十元，我怀疑这人就根本不了解。我还至少上过工地，几块钱的那个，包括这边像 Bunnings，澳大利亚叫 Bunnings，美国叫 Home Depot，对吧？还有什么 City Sydney Tools 里面，对，几块钱的螺丝刀、几块钱的扳手、几块钱的锤子、几块钱的工具，全都是 Made in China 的。但是到了十几块钱的时候，你发现不仅仅是 Made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可以说到了十几块的时候，可能就 Half Half 了。还有一个 Half 是谁？是有可能是 USA、加拿大，然后是是那个印度尼西亚，甚至于说是澳大利亚本土生产。到几十块钱的时候，对，就是那种一个锤子能够卖到九十美九十澳元。我是到那个邦宁斯去看的，一个锤子九十澳元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有中国的，没有中国的，啊，全都是什么美国生产的、美德国生产的。 对吧？全都是西方国家生产的高级的东西了，所以他肯定没有好好的去和我们地铺做过一个实地的调研。但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说中国是不会输的，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是一定会赢的，真的简直是瞎讲，简直是瞎讲，还把这个原因归在海关，说为什么就一个锤子会有几块到十几块到几十块，对吧？ 啊、呃，中国的锤子也是，对吧？还说什么价格一比一，对吧？就在中国也就几块、十几块，你拉倒吧，你根本不懂。你在这里跟我瞎讲，把所有的原因归于海关，就好像说中国中国把海关的问题打下来了，价格打下来就行。你别搞笑了，你别搞笑了。到时候你现在中国叫做叫做在信，在在向像,像在那个那个拼多多 Tmall 上面是靠什么东西赚赚钱了？ 不就是靠薅美国邮政的那个羊毛嘛？哪天不给你薅了，你去看看看，你去看看看，你能够上多少钱？Home Depot，Home Depot，告诉你，Home Depot 后面也中国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啊！这个是美国政府的既定策略。那像不光是美国政府的既定策略，我后面还会讲他讲的另外两个例子，就像澳大利亚一样的，澳大利亚这边呢也渐,渐渐渐渐的会把这些工具类的，包括小就是低价值的东西，全都转移到印度尼西亚。 越南东盟嘛，我们就直接说嘛，东盟嘛，东盟那边去了，啊，你就会发现中国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既定国策，不会变的。所以他这个人既然在北美还能够瞎瞎瞎,瞎闭着眼睛讲，肯定是大外宣。我这人就心理阴暗，我这里就我就说到这里，我这人就心理阴暗，天天给人扣帽子，粉红老说我喜欢扣帽子，那就扣嘛，对吧？那继续往下说，Home Depot 的例子讲完了，然后就。 就说什么中国还有创微创新力，对吧？然后说什么汽车上面的什么呃气垫床，汽车上面的这些什么小配件，对吧？说中他有微创能力，为中国有微创新能力，中国就特别能够对这些什么小东西进行创新制作。然后我怀疑这个人啊，他在北美的时候他就没去过日本，也没去过日本的那种，比如说大创、s 手这种店，他没去过，所以他以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在日本这这一块，所谓的我们叫副厂，就包括轮毂啊之类的汽车改装件，以及很多就比如说小的笔笔架、笔笔刀，还有那个天天在推特上面打垃圾广告 t m u 的那些什么，呃，洗手台边上的那些垃圾的那个小塑料塑料桶啊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之前全都是日本和台湾是是生产研发大国，还有韩国，日韩台三家是生产研发大国。 为什么你现在会看到很多的都是由中国厂商在做呢？是因为日韩台的工厂在中国，所以当日韩台他们开始想办法迁移的时候，这些东西的设计思路之类的代工厂代工厂做的时间久了，确实有能力做一部分设计，有能力做一部分设计。但是好的东西，你去看那个就是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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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 Red Dot 就红点奖，德国红点奖里面牛逼的设计还是在日本台湾。 还有韩国上面，中国在红点奖上面有没有产品的获奖？有，是有的。中国是有很多产品在红点奖上面获奖的。但是红点奖啊，这个东西它也分的，有些是你付钱，红点奖有部分奖项是你付钱，他给你一个奖；有部分奖项是 Hardcore 的，哦。所以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是有，有，对，有。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日本和台湾，还有韩国这三个公三个国家。 的创新能力之上，你继承下来的。现在日本、台湾和韩国把工厂给你搬走了，你继承这部分能力，你有本事继续往下走下去，你才能走。你走不下去，加上现在你抄袭这么严重，对知识产权不尊重，日本和韩国还有台湾，一旦他们开始往这一方面发力，你知识产权的问题就会很快成为你最大的瓶颈。你最大的瓶颈，是吧？这这些。 这这三个国家搞知识产权，在美国啊，在西方国家搞这么久了，他们是很有实力去做这一块事情的。啊，再加上你的那个，对美国政府马上就要取消掉你的呃低价值包裹免税优惠，你你拿什么去拼？海外仓，海外仓你就得走进口，你你是不是还有这个价值？然后第二个，不是不是搭搭手这个这个日本公司没有能力去扩张，而是人家还是没有想的太大。 如果说正儿八经要跟你中国的 MINISO 这种垃圾牌子进行对抗的话，Daiso 进行扩张，你是打得过 Daiso 吗？你 MINISO 在欧美就这么几个店，你的品牌影响力有 Daiso 这么大吗？伴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下滑，你的 MINISO 还有没有能力烧钱去跟 Daiso 打市场？是吧？所以他后面又举了一个例子，叫什么？像，像说像的快消品牌。 然后就说，像可以吊打什么 H&M，吊打那个 z a r a 对，就就这是典型的什么？典型的叫互联网人的品牌思维。说我我他们就觉得像这个东西非常好，怎么个好呢？因为他说 z a r a 还是 H&M，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忘了 z a r a 还是 H&M 呢。他有他的他有将近三分之二。 是线下交易三分之一是线上交易，然后他就认为现在的整体的那个对服饰的速度研发速度和生产速度快过于什么 H M 啊 Zara 啊这些企业啊，他是这么想的，包括还去喷人家那个呃瑜伽裤的牌子，就是做瑜伽的那个牌子 Lululemon，说说 Lululemon 呢，大概有三分之二是线上了，三分之一是线下的。 认为露露 ul lemon 也不行，对吧？都就就他现行，就他这个现行，他现了不起死了，就就拿这个现，他都没有想过什么叫品牌，你如何建立品牌？你以为你你以为，你以为像中国啊，这什么都在电商上面，电商其实没有门槛的时候，就等于没有护城河了。小米小米吹牛逼，对吧？雷军这狗货，对吧？去去去，叫什么？嗯，耍鸟啊！哎呀，这这这词。 这次怎么说来着呢？就反正就就全让他的那个小米的粉丝去抢搭手机，像玩鸟一样的去玩，对吧？那后来呢？后来雷军为什么花砸这么多钱搞小米之家了？这就是品牌呀、啊！你现现在好像搞得自己很牛逼一样的啊，没有没有线下门店，对吧？牛逼的要死啊！我没有线下门店，我全都是线上达成。相应的，你的品牌就是一个非常 cheap 的品牌。Zara 的衣服卖多少钱啊？ 你现在比莎拉还便宜，你你，莎拉已经是快消廉价品牌了，你比莎拉卖的还便宜，你叫什么品牌？你比 Big W、Kmart 的牌子还不如，我都不知道美国这对应的是什么 Costco，你比 Costco 的牌子还不如，你的线，像这个牌子，澳大利亚这边就是我老婆的那个菲律宾同学，他也买，他一次买多少？我告诉你，他一次买一百澳元，我都震惊了。他说他的衣服是从来不洗的。 这小姑娘也有点乱用钱，我我是有点就,就心疼钱的。这小姑娘乱用钱，她说她的衣服从来不洗，为什么不洗呢？就是类似于像线啊，或者说这种类似于中国这边的那个电商的那些服饰品牌，小姑娘就盯着买，有些甚至于比线还便宜，什么十块钱可以买三件衣服。我在那个东南亚那边确实有，她的小姑娘给我看过那个网站。 我没问他去哪，因为我我如果问问他去哪，我老婆要不开心的，觉得我老是去麻烦他的朋友，对吧？那个菲律宾小姑娘，所以那小姑娘她的衣服是什么？就穿一次，穿个两三天就扔掉了。去他家里面全都是衣服堆着的，啊，我我是觉得这个有点有点乱花钱啊。但人家小姑娘小姑娘什么衣服呢？会会就是要穿的时间久，那些贵的，比如说。 两百块、三百澳元的，像羽绒服啊之类的，他这个会去洗干洗，而且然后也会保养。其他的那种，就是像线上面的那种十几块钱的衣服，小姑娘不洗的，穿了就扔的，就就牛逼到这水平。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牌子它是什么，它就相当于说难听点，就跟就跟超市里面的那种十块钱的衣服是一个档次的。 你这个档次其实在，在在欧美国家是做不上去的。Zara 虽然是一个垃圾快消品牌，and H&M 这些牌子有很多质量问题，但是人家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逼格在的，有一定的品牌教育在的。但是像现在，它就是典型的中国互联网式思维，一定要把这个牌子做成垃圾啊，所谓的把把利润打掉，对吧？ 像你说一件衣服十块钱寄到澳大利亚，对吧？包括 t m a i l 一个东西十十一块钱、十二块钱寄到澳大利亚，八天就能到。所有的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他们，他这一个东西自己的物价物物品的价格只值，比如说一澳元、两澳元多下来全都是物流成本和那个拼 t m a i l 拼多多的管理费，是这么回事。情作贱自己的价值，作贱自己的品牌。 中国很少有品牌啊！你想，你想这个线，Clubhouse 上面多少粉红就非常的自豪啊！我们有线，你什么优衣库、啊，你什么 h m Zara，对吧？你这些牌子，Lululemon，呸，都不如我的线。我线现在是整个北美就西方国家里面最卖的最好的牌子，对吧？是不是？那我看了一下营收报表，确实是。但是你真的能够做的打得过优衣库吗？ 现在叫什么？现在叫市场不均衡，市场不平衡。等到什么时候市场规范起来，你再去跟优衣库打，你再去跟 H&M H&M 打，你再去跟 Zara 打，你去跟那些牌子打，说你打不过的呀！你连梅西百货都打不过你，你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天到晚吹他的线，这人就喜欢吹他的线，啊，最爱吹线，真的是好。 然后这个线讲完了之后，就是讲什么？他他又开始讲了，讲 mini so，讲 mini so 这个牌子。然后说 mini so，mini so 吊打 mini so 吊打无印良品。其实他他能够说出来 mini so 吊打无印良品，我也真的是服了。业内懂行的都知道，mini so 是是 branding 的整个我们称 VI 设计，就视觉设计 VI，对吧？ VI 设计上面，它抄了无印良品一部分，但实际上它抄的更多的是谁？是 Daiso，Daiso 中文翻译过来叫大创，就这个店好像就上海有，其他地方有没有我还真不知道。就就其他中国的城市里面有没有大创我不知道，对吧？但是在上海呢，大创是很早就来了 Daiso，所以 MINISO 出来的时候呢，所有的就是正儿八经搞这些。 呃、嗯，我们称为礼品店啊、精品店、呃礼品店啊，或者这种小店啊之类的。哎呀，呃，他们那个我以前在电商上班的时候，他们定义过这种店的，不叫小商超，它这也不算小商超，对吧？他他们定义过的，说这东西呢，其实 mini s o 超的就是 Daiso 大创。如果大家去看过大创，就会发现 mini s o 还不如大创。所以我说这一部分的设计能力，他所谓嘴巴里面的那些设计能力，你只要进过大创。 的店你就知道了哦，还是日本人的，还是日本人的，他的设计能力还是日本人的，是吧？日本的五元店嘛，就是就相当于日本的五元店嘛，他也说到了玩多了点，其实就是日本的五元店嘛，就 Daiso 嘛，大创，所以他他的意思是说哦，我迷你收就能够拼拼过你北美的那些什么什么那个各种小超市啊、商超啊，对吧？这些东西。 别搞笑了，人家还有一个大创在的，还有那个 Costco、沃尔玛在。那像澳大利亚这边呢，小东西，小东西有 Big W or, a、a n k A N K E，对吧？虽然 a n k 的大部分东西也是中国的，现在也在改。a n k 对吧？它确实 a n k 也是一个中国的牌子，但是呢，它尽量抹掉自己的中国元素的存在。啊，不是没有，人家都有这个能力。 然后继续说回来啊，就是比如说，他说现现的东西有多便宜有多便宜，对吧？他可能只知道现。如果说呢，我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去看 Big W 或者 Kmart，他自己有很多衣服。Big W 和 Kmart 是澳大利亚的这边类似于像 Shopping Mall 一样的一个大型的那个嗯、呃、商商超商超。然后它里面呢，就以前大概三年前，你去看那些很廉价的五块十块的拖鞋、衣服。 都是 made in China 了，这是绝对的主力。然后我前两天因为我的那个睡衣是从中国带来的，中国穿了三年，这里穿了四年，然后这里我已经烘干机，那个、衣服破的都是洞啊。然后我老婆说让我去买两件衣服，一看现在都在哪里买？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这两个地方，中国基本上就已经看不到了，基本上 made in China 你是已经看不到了，看到都是孟加拉和那个和那个印度尼西亚。 包括什么调羹之类的，将来也会全都生产转移掉的，啊！所以这个人坏啊，他就跟什么老范什么一样的，一天到晚就是中国互联网必须要赢，中国一定不会输，中国赢了又赢，拉倒吧你！真的是，真的是，我真的是有点生气了、啊。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喷，不要喷，喷了对吧？人家又把你拉黑对吧？弄不好了对吧？人家是国安放出来的，就是个大外宣。 我屏不住，我就是屏不住，啊，我屏不住，那我现在反正日子过得也不好，对吧？我心里就是阴啊，我就是要喷你们，所以，所以中国有很多这种情况，就包括我以前在公司里面的时候也是有很多这种情况。明明自己什么都知道，说嘛又说出来是另外一套，推导的过程是对的，我都在那边鼓掌了，结果给你来一个完全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 一个结论，啊，把我的把我一下子愣住了，对吧？这这人也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叫谁？叫马卡耶夫，马卡耶夫也是，他能够在在一年的上半年说电动飞机的各种问题，下半年就开始吹，以后你打电动飞机就只要考虑到底是咋打,打国产的电动飞机，还是打进口的电动飞机，要死了一个航空专业的一个研究生。 还好像是博士生，竟然能够对电动飞机吹到这水平上面，而且是自己上半年就在否定电动飞机，下半年就能够赞扬电动飞机，比这个人好一点。人家至少隔了半年，这个人是昨前天在那边说中国遇到的挑战和问题，今天就开始说中国必须要赢，真的、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我头疼，我真的头疼，看到这种节目我头疼，血压上升，我不喷吧我就浑身难受啊。 所以我就一定要喷他们一下，一定要喷他们一下。大家真的可以看看啊，什么老范他，还有一个谁啊？这这这些人，就反正说来说去，哪怕老范有时候也是啊，一边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问题，说着说着又说啊，这不是问题，这不是问题。前两天我我跟那个粉红在 Clubhouse 上面吵架啊，然后然后我就说到这个关于美国要取消中国这边的。 低价值包裹的税收问题，税收免税收这个问题，就我粉红在那边说说嘛，说的全都是对的啊，说那个中国之前是怎么做的，啊，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力啊，最后讲了差不多两分钟，然后来一句，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小得一塌糊涂。我说我就开始三字经骂人嘛，下三路，对吧？下三路开始骂人，我说你你哪里么，你你你这你影响这么大，你竟然说你没有问题，然后就听到我骂他。 然后，然后那个一帮粉红就说来说我破防了，对吧？一天到晚就喜欢说我破防，说我破防了。一看到中国中国没有问题就激动，说我破防。然后主持人就把我那个从从那个发言者列表里面移到那个听众里面。然后他们说我破防，然后骂我各种羞辱我。然后我上去说两句话，他们就闭我的麦，把我踢下去。然后我气死了，还想上去说，他们就把我给踢了。 踢出房间，我一气，墙上面砸了个洞。我先这两天，我还想办法把这个洞给补上。哎，这帮这帮人真的，真的就是高学历人渣，真的叫高学历人渣。明明自己什么都知道，不可能不知道的，都分析了这么清楚，不可能能够做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他去结论，他们能够把这个东西说出来，真的。 中国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能说真话，敢说真话。呃，像我敢说真话，也就这么点人，这么点人看他吹中国牛逼啊，中国最伟大啊，那一万多个人，你们再看老范多少人，真的这帮人可恶的要死，真的可恶的要死，我真的受不了。谢谢大家。